身体是控制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的确，我们返回舱已经进入黑障区了。开伞前10公里开伞。这个过程主要是靠大气的摩擦来进行减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航程报告10公里通，北京明白。减速伞，减速伞，这是主伞，这是拖减速伞，出主伞，引导伞，减速伞，主伞，对，顺次打开，对，是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，这是关键的，嗯，对，这个主伞非常清楚。这是可见光画面。这里是北京天安门震级突发火灾。北京度为东经1度共4分34秒，外点纬度为北纬41度3拐分23秒。然后可以看到，马上要着陆了，马上着陆了。这是，而且直升机就在边上。你看这是非常，这是同时抵达。非常漂亮，哎呦，落地了，落地了，踏实了。返回舱着陆，非常顺利。北京明白。可以清晰的看到飞机的青岛状态。东风明白。基本上都是一个青岛的状态，其实好像是。神六是直立，对，只有一次，那次也是逆海胜。什么样的姿态对于航天员着陆之后出舱更？